进圈了。啊，先打小牛走，先打小牛走，小的是11个，大的21个。今天参赛牛的数量有点少啊。今天的比赛马上开始啊，非常感谢。一号队挂好壶了吗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第六是四号的了。哦，第一脚喊错的了，第一脚、第二脚的喊错的了，这边是脚错。八号队十号，017队，第三脚3号队9号，第四脚17号队911，第五脚1号队6号，2号战士轮空，700公斤的赛牛的话，在2米05。这个阶段看您牛的胖瘦了，瘦一点的可能有2米1左右，如果胖一点的话可能2米05。大牛小牛的对阵表都在上面了，一张上，因为牛比较少，大牛小牛的对阵表刚才我都发上来了，一张就可以全部看得到。小牛第一组的话，8号对阵10号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位那个牛的已经拉进来了，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下去了，我就坐着真的只有几个在这站了个了。瞅瞅第一家的小牛赶紧拉进来了。今天这个小牛组的数量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期，一般我们时令的比赛小牛组都最少都会在20头以上，今天没想到也会有这么少。那盒石锭跟他咋整了？跟那个扣了，那怎么办嘛？我上来上来，一看他就来了。我喊到小牛，我喊你找好几点，你怎么办呀？这是这里关的。喂。那么今天机型呢？小牛700公斤以下，黄牛960公斤以上，以下。请我们场内的工作人员，还没下来呢，赶紧下来了。还有我们小牛抽着第一奖的8号的时候，8号你已经在场子里面了，请我们少小牛速度快点。10号小牛赶紧拉下来，后面做好准备的小牛，老爷赶紧拉下来吧，这人皮了。017号对2楼，做好100的3号对9号。那首先请我们10号小牛抓紧时间走快点。我们安排在叉子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超着好几个呢嘛，今天抓紧时间下来马上进行等你比赛啊。啊，刚才有牛迷问弥勒的那个专干是几号，那个是336号啊。小牛组第一枪8号对10号，第二枪017对2楼，第三枪3号对9号，第四枪17号对911，第五枪1号对6号，第六枪2号暂时为空白。大牛组做好准备，第一枪17号对707，第二枪44号对3个8，第三枪16号对591，第四枪05号暂时为空白，第五枪15号对336，第六枪6号对9号，第七枪1号对620，第八枪7号对9714，第九枪3号对8号，第10枪2号对29号，第11枪11号对19号。各位扭住，做好准备了，
该跑水该出湖南抓紧时间正好两个人啊，顺西呢就入场了，还有我们别狗表警察呢，赶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。耶，就这样子你又关小点了，老婆你又关小点，想关小点，好，今天比赛就正式开始。先打的是小牛组，小牛总共有11头，大牛21头的话，稍后进。小牛8号是来自小建山，10号是来自我们白川。我们石林近期比赛比较频繁啊，今天参赛牛的数量不是很多，特别今天是960公斤以下的大牛啊，这个赛牛，这个级别的话，在我们石林是比较少的一个级别了。这两头小牛的话，8号是隔壁村寨小尖山的赛牛，10号我们这一家小牛啊，来自我们伊犁扎队，伊犁扎队呢卖头牛给50块的狗粮，我们妈妈呢小牛呀，妈妈呢给它围着点，给它摘着两股浇起来以后，它就会扎起来了。我们本村呢小刚因为长沙的麦头小牛给50块的狗粮价，昨天的工作人员测着牛骨，测着牛骨烤两好，给它烤香点，它就能吃了。你就可以估计今天的牛也不会多，所以你表面说是谁知道会这么事啊？这个那个也告诉不了你，因为保安们那个人在会多少钱？抽着牛骨，两头小牛初次上场，应该是还不会打，要催促一下。昨天参赛数量20头啊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昨天牛质量还是可以的。20头赛牛打了6轮才最后3头的时候，循环赛争出冠亚季军。只有一组不接脚，其他都有打到。然后在第4轮的时候，5头赛牛全部晋级。到了第5轮，同样是5头。第5轮打完以后，剩下3头，最后3头冠亚循环赛的时候就分出那个冠亚季军。来，你们看到我又得跑操作颜色。啊，两头小牛现在还没有用力，出工不出力的。大牛有21头，我们那个右下方的这个字幕上有显示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第1轮小牛是11头，然后6分钟拉脚。大牛21头的话是稍后进行。你们要看了这么多比赛，你们要学会看字幕啊。大牛22杆的，他是11杆的，是。是讲个空白嘛？让他讲的就21，那是那么大。这些都是第2天，空白的东西。我是弄不懂，看的多。下面没吃，也是一模那样的。张总嘛，那我那种牛的话，就不要拉来丢人现眼了。那个，本村都不敢打，拉出来不是当炮灰的。啊，今天这个700公斤是6牙以下的小牛组。两头小牛在慢慢进入状态。